中的女皇也不知道漂不漂亮。不管什么样，都别妄想娶我的程程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身。奇怪吗？不过也是，都说侄女像姑姑嘛。她也一定惊讶吧？嗯，果然就是程程。糟糕！看到程程，你高兴什么？程程是我的，如今。万民安乐，天下归心。唯有朕心不敢懈怠，故三年一期甄选秀子。可有解忧之人呢？啊，回皇上，墨家八公子才艺出众，最为出挑。启禀圣上，堂儿见莫公子少言寡语，甚是无趣，怕是无才艺伴君左右啊。莫公子舞剑才艺精湛，那不如让莫公子当场舞剑，也让其他的秀子心服口服啊。启禀皇上，二公主，大殿之上不以舞刀弄枪，连城唯恐。无妨。香囊吗？怎么在你身上？皇上，穆连城私藏女子私物，行为不端，人赃并获，请皇上发落。穆连城，知道你是怎么回事？